屯碧鸿社区邀请卫生所前来开办十二节课的健康讲座，和社区的时代了解政府推动长照二点零的各项服务，也够用药的安全。初五这天是最后一节课，主办单位特别以走入社区做一个有智慧的老人为主题来宣导，希望时代会当多多走出户外，甲大家交流，安尼才会当过了健康快乐。卫生所的护理师亲切热情地向长辈宣导，要走入社区做一个有智慧的老人。因为来到社区，不但能认识朋友、增加知识，更能学习才艺。长辈嘛，因为心情保持快乐，身体变得更加健康。真好的节目，讲健康知识，真正好哦，让阮一个叫做提醒的知识。安尼真好安尼，讲来遮，哎呦，讲咱来遮坐真好安尼，真较袂讲老人痴呆安尼啦。来遮学一寡功夫，啊，搁安尼，来遮食饭安尼嘛真好安尼啦。那我们这些避风关怀据点，目前就是符合西级的部分。当然，最重要就是希望在社区的民众都能够走出自己的家庭，然后深入到社区里面去做。譬如说像我们刚有提到的一些。可以活动啊，可以互动啊，结交一些朋友啊。那针对老人家最健康的议题，我们很强调的就是能够会吃、会困、会活动、会开讲、会笑嘛吼。草屯镇碧鸿社区有只草屯卫生所，今来开办十二节的健康讲座，让社区长辈会当伫每礼拜拢吸收到正确医疗知识，了解政府推动长照二点零的各项服务，以及用药安全等等。啊，这规个课程内底包括呀。油啊，运动，吼、哦，啊是讲辅具，啊，佫有真侪是咱政府机关希望伊会当宣导，吼，咱的士大知影讲伊有啥物福利，啊，伊有啥物伊家己基本会当申请的物件，透过社区，来甲即个课程连接，吼、哦，希望大家会当尽量出来运动，啊，会当咱会当透过运动，啊，甲咱的同侪之间做伙相处，吼、哦，咱会当身体佫较健康，有笑容，会当真有活力。伫课程的最后。干部也特别展现平常时来到社区学习拍鼓的成果，希望能依照因的快乐甲活力，鼓励更加侪干部走出来，加入社区这个大家庭。记者刘双传播道。